上一条视频那个评论区有一个姐妹说我干啥都不容易，你看那手抠嗓子眼抠的是不是，我替你未来的男朋友先教会你一句话啊，那你要非得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。好吃，山椒味儿，又脆又嫩，有没有热量，每百克的热量才十几卡，没事解个馋儿。这个还不是很辣，配料表只有竹笋、水，还有泡的山椒，还有一点点盐，剩下就没什么了。又脆又嫩，你要能吃辣的，有的个别的里边会带那种小山椒，你也可以一块给它吃掉。这个昨天晚上做的没事，我吃了十来包，这嘴里边没味儿，就想吃点东西。然后你还不想吃太多的东西，让你肚子里鼓鼓囊囊的难受，你就吃这个，没什么热量，还不占肚，哎，你还解馋了。这玩意儿还都是膳食纤维，脂肪也没有，碳水也没有，蛋白质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吃着玩。可脆了。你说现在这人都爱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，我之前看到过那种心灵鸡汤，说是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样子就是你自己的样子，你善你看到别人也善良，你要是恶你看到别人也恶，所以说你看别人什么样子你自己就是什么样子。我本善良啊，无心伤害任何人，我只想消消停停卖点货，咱不坑人不骗人，就是卖点小零嘴，挺好吃，挺合适的。呛嗓子了。还装小辣椒，我不能吃那个特别辣的，我就不吃了。那个辣椒你看它白白的可辣了，但这玩意儿不辣。没事就是吃着玩，也没有啥热量，嘎的嘎的牙解解馋这玩意儿。祝大家天天有个好心情，越来越瘦越来越美丽。